出来伫第三十二章第一节至第十四节。百姓看见摩西眼前无落山，百姓就聚集到阿伦遐，对伊讲：“起来，甲阮尊上帝，他行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到埃及地迄个人，伊毋知，我毋知伊拄着啥物。”阿伦对因讲：“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，耳仔所挂的金环，把伊摕来给我。”百姓就拢把因耳仔内的金环摕来给阿伦。阿伦对因的手指来，煮一只牛仔，用青膏仔雕刻伊。因就讲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你的上帝，带你出埃及地的。”阿伦看了，就伫牛仔面前起坛。阿伦佫宣布讲：“明日就守节，服侍耶和华。隔日清早，因起来献烧祭，甲平安祭，百姓就做哩。人家起来滚笑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去啊，你落去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对埃及地带出来的，已经败坏家己，因紧紧离开我所吩咐因的路，为家己捉成一只牛仔，跪拜伊，献祭伊，讲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带恁出埃及地的上帝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我看这个百姓，看是暗棍耳的百姓，你当出离我，我要大受气因。”灭无因，用你正做大国。摩西就对伊的上帝耶和华求情讲：“耶和华，你真是大受气你的百姓啊！是你用大贵力、大官能的手对埃及地带出来的。真是合埃及人的有话讲，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害死因伫山中，对地中。”拄袂因，求你回心转意，煞你的大生气，无降灾祸，予你的百姓。纪念你的奴仆阿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捌伊家己对因就怎讲？我要予恁的雨下，亲像天顶的星遐济。佮我所讲即个全地，我要收束恁的雨下，要做因永远的业。对安尼，耶和华体会，无降落以前所讲的灾祸，予伊的百姓。第二段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六节。提比留该撒即位的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，希律做伊加利利军方的将军，伊的兄弟。规日做伊托利亚佮迪拉科尼地方军方的将军，鲁萨列做阿比利亚军方的将军，阿拉佮加亚法做祭司头的时，撒加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里，上帝的话到伫伊，伊就到约旦河的四门，翻过的洗礼，予人得着赦罪。亲像先知以赛亚切伊所记的话讲，有得救伫旷野的，伊的声讲，被万主的路修得伊的小路，遮的山谷拢要吞平，遮的大小的山头拢要予伊过，弯曲的要予伊直，坎坷的要予伊平，凡有肉体的拢要看见上帝的拯救，凡有肉体的，拢要看见上帝的拯救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